姐，今日父王大宴四海神仙，是管不住我们的事啊。是啊，我们快走吧。我看我们还是和大姐商议商议的好。哎，快商议什么，快走吧。好啊，你们想偷着出去玩呢，待我禀报父王知道。大姐，大姐，小妹心中不爽，心想到宫外游啊，你是大姐还是带他们一同去玩吧。好倒是好，只怕父王知道。哎，怕你们不听话。我们听话。大姐，你说我们到哪里去吗？我看到浴池去玩。哪里有什么好玩？哪里好玩呢？那里有鲜鱼戏水，鲜货缠绵呢。不好不好。七妹，你说我们到哪里去玩？我想到天火去玩。哪里有什么好玩？那天火娘娘有鲜花鲜草，天火之上还有一座小桥，站在桥上观赏风景，天上人间一目了然。好，我们就到天火去玩。好，你们去玩，我看见。我才不和你们年纪轻轻的人一道去玩呢。大姐，有道是天公无损月，神仙无老少，你小妹看来大姐比我们花点心眼。你这段小嘴呀，像吐了粉蜜糖一样，说出来的夸娃那么的惹人痛。好，我带你去玩。不带他们去哦。你们看呐，大姐，我喜欢人家说巧面，好话难道我们就不会说么？是啊，有道是天公无损月，神仙无老少。你小妹看来，大姐比我们花点心面，几面心又漂亮，真是识货老。是啊，老来俏。大姐，我们还是到天火去玩吧。如此，那我们就请来。
这个人呐，心斗明勇，家住胆寮，只因父亲死了，无钱埋葬，只得卖身为奴。今日他正要前去上供，故而哭哭啼啼地。我看他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，倒是可怜得很。是啊，倒是可怜。大姐，快回宫去吧。是。
就知道简介是过来的人，只怕被父王知道如何是好啊。大姐，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贵。七妹，上有高低，人有好坏，只是你年纪太小，姐姐我放心不下呀。大姐，皇皇大姐替你成全。姐姐，姐姐。七妹，你拨扇可在身边？现在身旁。我这里有万象一指，你带在身上，若遇急难之时，点起此扇，我姐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于你。多谢大姐。七妹，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。小的小生有礼。罢了。还珠小生有何吩咐？你扶阿儿上来。
这如何是得？若被玉帝知道，小生我岂在不起呀、啊？大公公，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呀。好好好，但不知怎样行事，就请公公相继行事。好。相公，我看你该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。多谢公公。相公动了鸳鸯旗，鸳鸯旗。我投地生，投地生，怎样相继行好事？我也要改扮成一个庄稼人。
情人的光顾。大姐，你上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大礼？自古道，大路通天，过走过遍，难道是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么？是啊，大姐，请你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。请，请。大姐，你转了我一半。你前辈报国，手拿玉簪，心中有刺，花里花张，转了我一半，我都不来管你，你把管我么？我转了他，这也未可知。大姐。我们二次再起，起大姐，到底是你转了我，还是我转了你呀？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我怎么不想过去？你嫁住那里，姓是名水，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大姐呀，嫁之大娘心动命运，父母双亡，我独当一人，只因天子无关。
那里，要往哪儿去？耽误了我的功夫。哎呀呀，耽误了大哥的功夫，这像与你赔礼了。这像花礼。你剑背保国，手拿雨伞，满说是一米，就是十米八米，也是算不得底。好，我就放下保国雨伞。大姐，这像花礼了。有礼无礼，报国一撒，我是齐。我的报国一撒哪里去了？我的报国一撒哪里去了？我的报国，大姐。你怎么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哇？哎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，怎是是你的？哎，是我的。哎，是我的。哎，是我的。是我的。大姐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在这荒郊野外，一男一女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哎呀，公公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，信口乱舌呀？哦，你二人莫非是夫妻吵架？哎呀，公公。我与这位大姐非亲非故，哪来的什么什么夫妻？那你二人又为何争执起来呀？啊，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乃是个行路之人。是啊，我从上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她拦住了我的去路；二是我又从下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她又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，他与我配敌，我与他化敌。他说我剑背保国，手拿雨伞，满说是一理，就是十里八里也是算不得的。而是我就放下保国雨伞与他化敌，谁知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把我的保国雨伞拿去了。哦，阿公公，你说。哪个有理呀、啊？如此说来嘛，倒是你有理啊。我有多大的理啊？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啊？大小总是我有理啊。相公，
我看这位汉子睡得可怜，你就让他过去了吧。啊，公公，你不要听他说的好，前三天他从我门前经过，与我同行，今日来到这阳光大道，他有破灭之意，这包裹一撒分明是我的，他若不带我同走，那我就要、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这阳光快去劝他。哎，还是你无礼呀、这说又是我无礼呀、这位大姐言道，前三天你从他门前经过，与我他同行，如今来到这阳光大道，你有抛别之意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。我有抛别之意？啊，公公，这就不对了。既然说我约他同行，他把火与我为敌，我把火与他为证。是啊，你把二人火无为凭，火无为证。有凭有证，有凭有证，有火凭证。有火凭证吗？他把包裹与伞与我为凭，我把火伞与他为证。你把包裹与伞与他为凭，他把不善与你为证。不善，不善在哪里？不善在哪里呀、在他颈项后面。在你颈项后面。颈项后面。这一边。哎呀，公公，哎呀，公公冤枉呐、拿了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不冤枉张三，二不冤枉李四，怎么单单去冤枉你来了？我来问你，是公婆还是四休啊？啊，公公，公婆真是四休真讲呐、有道是公婆公婆，板子难涂。我将你送到牛司衙门，打你一板子。那四休你？这四休我。我看你就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就这样四休了吧。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，只生得品貌端正，对我又是一片诚心，我若与她结为夫妇，倒是一桩美事。只是我落得这把关节，我若与她成婚，岂不害她一世受苦吗？结吧，但用下一借口回绝了吧。啊，公公，好倒是好，只是在这荒郊野外，无有之风为媒之人也是外啊。你看老板偌大年纪，与你们可值得婚呐、公公，值得婚你，值得婚你。那为媒你？老板与你为媒呀、哎呀，公公。有道是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指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指婚呐、是啊，那谁来为媒呢？这位媒母，大哥你来看。那将有志怀一事，就请他为媒。玉皇，怀阴石，怀阴石怎能为媒？他乃是个哑木头。哎，有了，大姐，你要怀阴石为媒，大也不难，只是一件。哪一件？我要上前高叫三声，那怀阴石他若开口讲话，我们就为
夫妇，他若不开口，你我就过门前陈，就请大哥上前呼唤。好，我若脚踏不一脸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走我的独木墙，此话当真？就是也。好，欢迎师，欢迎师，我与这位大姐既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他可曾开口？未曾开口。那包裹把我，包裹把他，再叫第二声。包裹把你，再叫第二声。欢迎师，欢迎师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他还是不开口。是啊。那雨伞把我，雨伞把他。公公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让他叫来，包括雨伞交付于你，他若逃走，我就斩你。雨伞把你，包括雨伞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快去叫来。哎，公公，快去叫来，快去。欢迎师，欢迎师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
老汉我要赞你们几句啊。淮阴石下结鸾凤，夫妻恩爱莫庸容。来日生下一股胖娃子，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重。多谢公公。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送公公，连送。圣旨上明明写的是我董云一人，日记哪来的夫妻二人？娘子，娘子，董拉，看你愁眉不展，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？
是天下太平，你怎么就变成一个天下大平了呢？你管我怎么念，老不死的，要问就是太子还多一点。你就晓得多一点，多一点，你哪不晓得少一点呢？管保，今日三朝贤妻已满，怎么不见董允前来上宫啊？爷，我也不是他得罪你的蛔虫，我哪晓得哟？你去与我找来。哎呦，爹爹，董允是个老实人，不会有事的，我不去。管保啊，你只把西城监护的账目给我找出来。我哪能去哦？快去。娘子，来此一时赴福，但可取解冤枉。东拉我你，你在此稍等片刻。懂了，见了员外，要是我来了。知道了。参见员外。哎，爹爹，董永上宫来着。董允，你爹爹可曾安葬？安葬了。银子够用吗？够了。管保，哎，带董允到厨房挑水弄柴。哦，走吧。啊，公子，我你没事？我还有。你还有没东西？啊，我的包裹与伞还在门外。快去拿，快去拿。我快去呀、啊！你说了无忧，娘子，我那满身之伤明明写的是我董允一人，如今哪来的夫妻二人？你就是在奴旁捡来的一个妻子。哎，一个人也是能够捡得来的。东拉，你也太老实了，带我去见员外。娘子，娘子。休得胡说！你看，你看，董允他是何人？他是我的妻子。妻子？你那满身纸上明明写的无牵无挂，如今你又哪里来的什么妻子呢？员外，好恼！董允，老夫年里年幼无知，免送官府。不过你将这小娘子送走，再到我家上供。员外，
有道是富有千金当，气挑无不尽。东南卖身离家，我岂能远走高飞？你是他何人？我是他的妻子。我是他的丈夫。那先前卖身之上，怎么未曾提起呀？员外，这爹娘在时定下的婚事，这爹娘去世之后我……啊，你说啊，你讲啊，员外。说得有理，只是老父母不能白白的养活于你。哪会要你白白养活于我？看你这样嘴强舌辩，难道还有什么本领不成？我会纺纱织布。怎么？你会纺纱？会纺纱。能织布？能织布。好，好。你既会纺纱织布，我要你一夜之间与我织成十匹金砖。员外，我若织得成，你便怎样？织得成？你若一夜织成十匹金砖，老夫我愿将三年长工改为百日。他若织不成，你织不成，那就三年之后再加三年。员外，此话当真？老夫岂能与你说谎？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，不是反悔。只怕你睡了不算。哎，我与你立下委约。我写。好，我与你写，我与你写。爹，一不买田，二不买地，三年不买老婆，你做么事为由？哎呀，娘子，这十匹金砖，满说是一夜，就是十天十夜，也是织不成的。冬兰不必担心。小娘子，文若在此，明日五谷天明，我有十匹金砖交来，那就三年之后再加三年。员外，我若织得成，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。干嘛？将他二人带到机房。哦，董永啊，走吧。走啊。董永。干嘛？啊。给他无头卵死一捆，我叫他十年也织不成这十匹金砖。爹爹，你要不起好心思了。娘子，你看，尽是些无头的乱事。这分明是员外故意为难，世上竟有这养刁我之人。娘子，怎么办呢？东南虽要担心，这十匹金绢我是一定织得成的。只是想，三年长工就要改为奴隶了。三年，六年，娘子，
我看你还是快快连夜逃走了吧，我宁愿一人在此受苦受罪。冬兰，事情是我惹出来的，我岂能连累冬兰？娘子啊！我在这里相助娘子，你好乱世就来。莫话话，我爹爹的话你都敢不听吗？冬兰，去吧。Thank you.
下的饭来，父王可曾知道啊？父王知道哪话了得？有，要不是父王到西天府宴去了，他还敢同我们一起来磨死丫头？好多好多，莫要闹了。七妹，把我姐妹六人请下凡来，为了何事啊？妹妹下的饭来，胯下海口。什么海口？我说一夜之间能制成十匹金具。啊、哦，这是小事，莫说是十匹，就是八匹、千匹，由我姐妹你一梭，她一梭，也就制成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有了众位姐姐相助，就是小事。妹妹一人在此，这死啊，可就不小了。七妹，可有死啊？有死在此。哎呦呦，倒是些无头的乱死，莫说是知，就是理也理不清嘛。这战容外，两性太坏。大太爷，我们何不行动骗子？天明明，地明明，天子下凡尘。起来！
你们猜猜看，一共织了多少？织了多少？足足十匹，还多了三尺六寸。剁下来的三尺六寸，就留给美婿做件被搭子穿吧。哎，还是等七妹见了小宝宝，做件绸袍子穿吧。还是大姐想你周到。但我把它撕下来。七妹，拿着吧，收下吧，拿着吧。多谢众位姐姐，莫谢了。只要你们小夫妻两个在凡间恩恩爱爱的，莫忘了姐姐们在天宫冷冷清清，也就是了。妹妹吓得发难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众位姐姐。七妹，如今你有了如意郎君，还记得我们么？是呀，还记得我们么？七妹，还是和我们一同回宫去吧。是。七妹，不用害怕，听着这宫草言道，府万道西天府也要半日左右才能回宫。再说，就是回来了，我们姐妹也会替你瞒过去的。是啊，我们也会替你瞒过去的。看你逞能的。天已降临，仙方不变，还是快快回宫去吧。是。七妹，我们要走了。有劳众位姐姐一夜辛苦，小妹感恩费心。七妹，自家姐妹不要客气。冬雨，这十匹金砖乃是头道。
来人，分明是我家娘子叶知春的，这就是偷盗来的。我来问你，你有几个娘子？一个娘子，她有几双手？一双手。到啊！一个娘子一双手，一夜之间怎能制成十匹金缎？分明是偷盗来的，偷来的。员外，你说这金绢是偷盗来的，请问谁是使之？这个，谁做见证？那个，什么这个那个，分明是怕三年长工赶尾不日，就想诬赖我们，都拿胶卷。员外，胶卷。
天亮了。好心的地方啊，老勇啊，天都亮着了还不下地干活去啊？我们今日满供了。莫啥？我们满供了啊。慢着慢着慢着，爹爹爹爹爹爹，我是董永，赶他今天蒙蒙的就在胡说。员外，我们今日满功了啊，三年长功尚未做到半载，怎么就说满功了啊？哎，三年，三年呗。员外，难道你忘记了一夜之辰是匹警卷之死吗？这个，这文有上面明明写着一夜之辰是匹警卷，三年长功改为何日？这是你亲笔所写。就算一百天，也不该是今日满功啊。该是今日。你给我算算日子。我们是四月初五上供，近日来是七月十三，不整整是一百天吗？赵王，四月初五，七月十三，只有九十八天呐、啊，还差两天呢、啊。这来一天去一天，来一天去一天，怎能算得？皇帝上的日子，百姓们的功夫，怎能不算？东郎，我们走吧。算算好，就算。冬云呐、啊，你家中无父有母，天地有半朝分，你会还要受辛苦，我留你在此是好心。从今往后，我把你们当作亲生儿女一般。来来来，与我家广宝结为仁义弟兄，可好啊？我把你为干哥哥，我把你为干嫂嫂。手长袖短，高攀不上。我将你这卖身为奴，当面赐回。东郎，一朝废职，养他不胜，我们走吧。且慢，只怕你们走不得。为何走不得？你这个娘子来路不明，老夫我要搞到有司衙门办你一个拐带人口之罪，要你坐船牢底。员外，满是我家娘子不是拐骗来的，纵然是拐骗来的，也是你的罪大我的罪小。何以见得？我来问你，
我与娘子上宫以来，只在水底家里，只在老虎家里，替谁织过锦缎？替我织过锦缎。赵娃，既然只在你的家里替你织过锦缎，你当初为何不敢？这个，元娃，我老实对你讲，我夫妻成婚乃是有媒有证，你若告到牛司衙门，到那时没人出场。证人上堂，问你一个诬告之罪，我看不罚你一千，也要罚你八百。你，哈哈，都是你诡计多端，到如今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，苦恼。我们走了半日，就在这里歇息片刻，请移动啦。啊，冬兰，你的衣服破了，脱下来待为妻一一缝补。多谢娘子。娘子，
这是什么？娘子，你有喜了？哎呀呀，待我谢天谢地。哦，娘子，带我去这前村谷地小小来抬娘子回家。多啦，不必花费一切。哎，你是快要做母亲的人了。哦，娘子，带我去这前村讨回水来与娘子解渴。多啦。东郎，你要快去快来，我去去就来。请旨，休得失礼。
你看，今日不知三刻，萧生在狼天门恭候仙驾，萧生去也。狂风只刮得天昏地暗，娘子，你可曾受尽了？为妻躲在大树底下，倒也无死。这就好了。啊，娘子，方才我遇见一位壮骨好友，向他要了一股梨子和几枚枣子，你就见着中吃了吧。冬啊，你自己吃吧。哎。这是我特地要来与娘子冲击解渴的。冬啊，这来是不祥之物。怎解的？早离早离，夫妻迟早分离。哎，这乃是一句好口才。什么好口才？这叫做早生贵子，永不分离。永不分离。冬兰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啊，几个孩童在放风筝。那风筝为何直上云霄？他的弦儿断了，为妻将他好有一比，比作什么？风筝断线，好比为妻上天。哎呀，娘子，你比得对，你我夫妻今日离开夫妇，回庄还要，正好比从地狱里爬上天堂一样啊！懂了。娘子，你为何面带泪痕？这乃是一夫论。有道是，
迎风轮点把点，上心轮挂满帘。娘子，冬郎，你的衣服补好了，快拿去穿上吧。多谢娘子。衣裳前去折些他来做样东西，我去取酒来。拜上几拜，为妻身怀有孕，不能下拜。哦，那就谢谢谢谢。娘子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来了。何事？当初你我成婚之时，那位智昏老汉言道，日后倘若剩下一男八女，他定要讨饶喜酒三杯，你可还记得？还记得。我们虽然贫穷，这三杯水酒是一定要请他喝的。冬郎，这是什么？一把扫帚，要他何用？想我离开汉窑已有半日，那汉窑之中定然肮脏不堪，
今日回得家去，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好让娘子你知让啊。多谢多郎。娘子，我们走吧。天快真无聊，天快真无聊。冬兰，天一阵无言热得很，我这又拨上一把，你拿去善良。多谢娘子。冬兰，我在上二上面写有几行小字，你可曾看见？待我看来。欢迎是相与献计，恩爱其身好福气，指望不投同大牢，谁知哦，鸳鸯两分离。冬兰，你可解其中之意？这倒解不开呀。解不开。哎，娘子，你看那沙盘之上可是一对鸳鸯？真是一对鸳鸯。这一只为何低头落泪，那一只为何破盘展翅？冬兰，他们乃是一对恩爱夫妻，今日此鸳鸯他要抛别雄鸳鸯上天，故而低头落泪。我却不信，但我将来此鸳鸯此鸳鸯，今日你要抛别雄鸳鸯上天，花不展翅高飞。他真的上天去了。娘子，为叫这一只上天，雄鸳鸯雄鸳鸯，你为何不同雌鸳鸯一同上天？你飞呀，你飞呀，你不走。娘子，我为何赶他不走？冬兰，那雌鸳鸯乃是一只仙鸟，故而能够上天，这雄鸳鸯乃是一只凡鸟，你叫他怎能上天？娘子，你今说话为何与往日大不相同？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，你就不该将他们活活扯散。谁知鸳鸯，娘子，难道你真是一个？冬兰，为妻乃是玉帝膝下七仙女子，是我从下凡者虚妃引领，不想被父王斗智他，他把大大大命我今日不是丧葬，方回天庭。从空降下，无趣。Yeah.
那智困老汉。你知道他是哪个？他是哪个？他来是本番徒弟。本番徒弟，本番徒弟，本番徒弟。徒弟神来，徒弟神，当初你是智困人，今日他要上天去，你为何？娘子，但徒弟我成婚乃是化阴师为媒，我要找媒人聘礼。你不找也罢，我要找他。化阴师，化阴师，但是我夫妻成婚乃是你开口为媒，今日娘子他要上天，你为何不将他留下？化阴师，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。讲话，你讲也不用。娘子，当初你我成婚乃是因在第三神头上，待我再去讲那。话也是，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。
啊